没错，又到了阿龙的教学环节。首先准备一副纸牌，左手拇指拨动的时候停留两张牌，用右手拇指拉出来，食指稍微的往后推一下，拿起来的时候做一个刷一个刷的动作，上下刷动的同时呢，用拇指把这张牌稍微的顶一下，直接放到牌碟里面，就可以完成这一个变牌的效果。正常速度来一遍，停留两张，拉出来，刷的时候就可以完成这一个变牌效果。大家学会了吗？学会以后记得多加练习，我们下期再见。